마지막 다른 단계 제품 그 아, 我会做两个，我会许愿，是讲会我会当先修一下，啊，不是，这是一个啊，平日的负担，很喜欢有这个机会啊来学习，啊，咱台湾用会接到会，咁想说啊，今日咱就刚刚有讲，是讲台湾教会啦，啊，今日这个所在的弟兄，互咱台湾教会啊，请来教会，啊，我当伊所有三百个人都是基督。 即个话题中心，伊也会所在嘛，啊，伊即个所在，啊，即个较熟悉个所在，啊，咱即个正道会来去关在，带来来吸收。第二，啊，因为即个空间个部分，啊，无法度安尼来吸收所有人，除了啊，无个互大家个人以外，其他即个场所，无个话，啊，咱即个所在，就是讲互遮个分享，大家伫即个所在。 啊，我们来走，也好，阿拉就免走。啊，啊，一过来讲，咱有四个时段，有四个时段，互咱来听。啊，第五个段，第五个地方，咱就无法度敷衍，因为惊会无好势，啊，去一个影响。所以，咱将这个五个主题，用咱这个较少人的，咱就暂时来，其他就无去敷衍。啊，咱若有敷衍，我哋来录影，啊，然后我哋呈现伫这个。 啊，所以咱去主持有四个主题，有四个主题哈。啊，你当过行来到一个来来做店啊，做店啊，车辆可以啊，咱真客啦哈。啊，因为咱是伫这个商业这个所在，啊，做一个简单的加班，所以这个车辆可能会较客安尼哈。啊，所以我的容量是来是有限，啊，不是是够大啊，是讲是这样一点些的空间，梦想着我们看到有这个看到的空间。 来服侍大家，来服侍哈，感谢主。啊，以咱啊，为自己这个主题来先哈啊，这个所在啊，咱来去做一个啊时间一点啊，好，差一点。啊，因为这时间的掌控，咱就爱去遵循嘛，爱去遵循来做掌控。啊，除了时光，咱时间都是不够，好，就从有的时间来到，咱来简单的遵循哈。哎，感谢主，今天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 我感觉非常的关心甲爱。
人多，看到我的土地看病，家庭出真大变化，伊嘛受到真大的委屈甲伤害了后，伊来到台北教会，渐渐家己忧伤甲难过，环境中行出来，看到伊家己。看见我的土仔来信了，讲不但愈来愈快乐，嘛愈来愈富。信了的我非常的安心，也有我的土仔孙，嘛来教会了后，变甲真乖、真友好、真捌代志。一过考大学，嘛拢考啊成绩不错的。看见土仔仔的改变。十五岁生命改变，因我仔互相疼惜，这是进程都未捌过的光景。心累的我，嘛感觉非常的安心甲欢喜。我嘛感觉佩服，我嘛感觉佩服，这耶稣有遮尔啊大的能力来，遮尔啊大的能力来，互因我仔安尼。个个娱乐加幸福，所以我嘛坚定顶礼拜的洗礼，而且我嘛要请耶稣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运命。最后，我嘛要感谢耶稣，感谢教会，感谢牧师小组长伊同工对我查某囝甲查某孙一路的付出、甲帮助、甲照顾。我要把一切都要弄不有天上的阿爸父。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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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整个教会的环境氛围会改变。我本地嘛，我上熟悉嘛，到处都有在杨西有一些都不知道到底变什么风格样子。但是嘛，你想到那时候开始讲学的啦，现在还变钱，起码我们当代当中变钱。啊，所以你得到位哪些风格变钱，你来自破格的样，选的你得到位自不一样的样。谢谢谢谢，啊，当下自嘛，很谢谢。所以再来一些姐妹一下，那你来到道北。也找我讲结束姐的邀请，而且那结束姐来到报回的，就是结束姐找我讲首先那个蘑菇邀请然后来，所以这个传统音乐堂可是咱每当跨年时，咱上联一年来感受，咱若这要扎实，你彼得来对，你关怀，那他来对，真的有很扎实的实践，上帝就要借着我们扎实的属灵认领，要强烈的动工。妹妹，首先第一堂课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如何在进行我们的属灵认领的。我们拍手来欢迎今天分享的团队。各位牧者、各位同工，大家平安。感谢神在今天第一堂课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有效的属灵认领。而属灵认领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有人，如果没有 base， 基本上就无法做属灵认领。那人从哪里来呢？就是要布道。牧师常常跟我们说，布道是教会的火车头，是介绍教会非常重要的元素。布道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关系布道，另外一个是陌生布道。我们的同工今天会跟我们分享如何有效的在我们的校园、到我们的家庭、到我们的职场，甚至是在我们台南市的闹区当中做街头布道，邀请 base 来到教会。首先，我们先欢迎在我们校园里面非常有见证的同工玉慈，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在校园里面做有效的布道。关系布道的方法。以前我们在2016秋季有办过一次的幸福小组，因为我们的第一次就是常常依靠我们自己，然后却没有依靠上帝凡事祷告，因此我们第一次的幸福小组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成功。那在第二次2017年春季幸福小组，我们就决定要来再举办一次。那第二次我们决定要重新调整自己对服事的态度。
我们就每个人就开始为先为彼此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颗敞开的心。再来就是为我们要开拓2017春季幸福小组来祷告，感谢主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在行军祷告时，借由同工彼此的带导，上帝给我们的感动是20人，因此因着我们的彼此同心祷告以及依靠神的信心，我们就开始准备了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的目标是学弟妹，因为我们都国三了，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就开始从我们认识的学弟妹先跟他们聊聊天，然后跟他们说当天有没有空，可不可以一起来到我们当中，有空的话就赶紧邀约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第一次幸福茶会我们的小组总人数来了25人。那第二次小组前，我们也请我们的学弟妹再持续的邀请他的同学来到我们当中，借由一次一次的邀请，我们也鼓励他们一起来到教会聚会参与活动。果然就有许多的学弟妹都来到我们的教会一起参与聚会参与活动。倒数最后一周，我们请每个组员啊，然后一起来分享来到幸福小组的心得。蛮多组员就是很感谢主的，他们都分享了，因为有了信息的分享，让他们开始遇到困难就学习来祷告，是还有更多的认识了新朋友，个性也开始变得更外向了。感谢主，跟你旁边的人说，幸福小组一点也不困难。幸福小组一点也不困难。没错，幸福小组前一定要先祷告，相信神会完全的带领我们的小组。第二，同工间彼此在家中都要用宣告式的祷告来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人数会持续的突破。第三，就开始寻找我们的对象，锁定目标。第四，再请组员邀请他们的朋友持续的来到我们当中，借由关系步道会有更好的邀请。最后第五，鼓励他们一起来教会参与活动，更认识我们的主。阿妹，感谢主，不仅透过关系步道，也能够透过家人间的步道。好，很感谢玉慈哦，大家赶紧掌声好吗？我今天我要来分享，我对家人还有我的朋友，甚至我的陌生拜访，感谢神也将爱灵魂的一份渴望放在我的里面，然后我可以学习爱神爱人，我更愿意跟随教会有果效的来学习如何布道传福音。我第一个属于认领的人是我的母亲，因传统的信仰，我母亲她很爱拜拜和算命，母亲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然后忧郁又负面想法的人。我信主后，他不认同我的信仰，常找我的麻烦，但我知道这是我母亲，他背后会让权势在抵挡我，我要为我母亲付上更多的一个祷告，也更多的一个代求，我要破除他的坚固营垒。阿们吗？我对黑暗权势我绝不妥协。在前年，我母亲她身体跟情绪上面，她都陷入了一个低潮，她没有办法入睡，然后她忧虑都躁郁都接踵而来，他拜着神明也救不了他。母亲后来跟我说，他要来跟我一起信耶稣，他要受洗。感谢赞美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母亲她现在常常祷告，也跟我一起来教会，她现在很有平安。在去年秋季的幸福小组，我就开始列出我想对你的属灵名单，我为他们祷告，现在LINE上面跟他们互动，也积极的邀约他们出来吃饭聊天，有我国小同学，还有以前的同事，还有我小时候的邻居，这一对是夫妻，是我小时候的邻居碧莹和黑马，他们住在七股，我常常去拜访他们，因为我要传福音给他们，然后我也请他们常来我家吃饭哦，因为我现在很会做菜，我就拜他帮我做菜，我们的聊天在吃饭当中真的很放松也很自在，然后也常常聊工作，然后也聊我的信仰。啊，黑马他也很喜弟弟的先生黑马他很喜欢唱歌，他也常常唱周杰伦的歌给我听，我就唱诗歌给他听，我们一起分享福音。对，还有再来是我在一年前认识的一位朋友丽珠姐，她是左边这位这个中间这一位，他是我认识的丽珠姐新朋友，我主动到他家里去做一个没有陌生的拜访，因为那时候他鼻炎癌，他生病，我知道我们的神是要医治有病的人，
妹，嗯，她那时候正在做化疗，正在做电疗。虽然她是拜拜的，但我知道我们主耶稣是为人带来平安、依靠、有力量、有得胜的君王。阿门吧。我为林子姐按手祷告，也坚固她的信心。我祈求神的医治要引导她。陆续我也带姐妹一起去探访她，鼓励她。我要让她更多的认识我们教会的姐妹。然后我就先互动他们三位来我们的幸福小组，因为我们的幸福小组是一群爱主爱灵魂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是愿意贡献时间、金钱、体力，同心合意的门徒。阿门吧。而且在幸福小组当中，我们就会听到每一个同工的生命见证，更是激励我的贝斯特，还有每一位贝斯特，他们都要更认识、更深的想要来认识我们基督的一个信仰。啊，丽芝姐，因为她常年吃安眠药，她才可以入睡。但是她透过祷告，而且对主的一个依靠，她现在已经完全的被主完全的医治了，不用再吃安眠药。我们的神真是奇妙伟大的神，因为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可以重新来得力；靠着耶稣，我们可以灵里的刚强，病得医治。在去年的秋季，他们三位已经受洗了。在今年更奇妙的是，他们三位也成了我们幸福小组的一个同工，并很热情，而且很活泼，很有创意的点子。我们就邀请他加入我们破冰的一个服饰，黑马很会唱歌，他以前都唱周杰伦的歌，但现在不一样哦，他都带领我们唱敬拜的诗歌。丽芝姐，她有她人生很丰富，有经过高山跟低谷，她也愿意为她自己做生命的见证。真的感谢神，更感动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带贝斯特啊，有他的女儿，然后还有儿子，还有他的同事，还有姐姐，都带来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爱是很幸福，是可以延续的，在爱里我们没有惧怕，对，我们要勇敢的踏出去，要传基督的好消息。神的同在有救，属于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刚强壮的。好，我还有一位的贝斯特，是我去洗头发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弟兄，所以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出去都是有机会哦。只要你一颗愿意的心，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认识你的新朋友。当时他正在夫妻失和，然后工作不顺利，我也感受到神的心意是这一位，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来参加我们幸福小组是中间的这一位，对，中间这一位。关系当中，他要做一个修复的工作。我当下也大胆的向他邀约来我们幸福小组。后来他告诉我，他太太在我们大光教会，我是吓一跳。神真的是很奇妙，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啊，他就觉得说，哇，我这个基督徒也跟他传福音的，我相信他太太在家里很常跟他传福音，好是吗？哎，我们基督徒就爱传福音嘛，阿门吧。后来他也参加我们幸福小组。这位弟兄有跟我分享说，我们的信仰很有生命力，很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我们很有力量，很会祷告。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受洗，但我愿意付出更多的一个关怀，也求圣灵要持续的一个动工在他的身上。我还有一位做美发的姐妹的贝斯特，她很单纯，对于别人的好意，她都会全然的接受，因为她的老板呢送给她很多偶像的项链、手环，她都一直戴在身上。在幸福小组当中，她也听到了很多的一个信息。有关于基督的一个信仰的信息，他当中他也感受到，哦，他要得自由。我们小子的姐妹就有互动他，请他说，你可以试试看，我们把这样偶像的项链、手环都拿掉。哦，他很听话哦。他当他决定拿掉那一天，他当下打电话给我说，妹妹姐，我觉得我好释放，我心里很有平安。真的感谢神，在列出属灵名单，这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大家看一下。那那位姐妹是，好，耶稣属灵，他不会被所付上一个祷告的一个代价哦。我们发现对方的需要，要真心的关怀，而且只要我们愿意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有真理的教导，而且有耐心的一个陪伴，鼓励加油打气，不住的祷告。我很高兴这次在春季小组当中，我有两位被所受洗，感谢神。幸福小组的同工是愿意为主兴起发光，让自己的生命来被扩张，好在前建筑在耶和华的
俊在打算吗？没有。那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来念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开始。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破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鼓励现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主的门徒，神已经高呼我们，要装备我们，要成为一个热情、有果效、传福音的精兵勇士，而且团队合作要取代单打独斗。对，我真实的也体验到，当一个人灵魂得救，生命被改变，我所得到的喜乐是满足，是幸福的。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相信在关系步道上面能有这么多的收获，是因为他们在关系里面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在地面上面做光看盐。那也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带领的被选出了关系建立以外，更重要的是还有接头步道。在幸福小组以前，我们小组其实有一些状况，就是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已经来过教会，那邀请过的他们来到教会也对教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此那时候我就询问我的牧师、我的领袖，我能够怎么做。因为在幸福小组的时候已经快要开始，我们小组一个 base 都没有，所以牧师跟领袖就建议我说，我们可以出去外面做街头布道实习干。刚开始其实我对于我们小组要做这样的尝试感到害怕跟担心，因为街头布道很容易被打枪。但是当我们愿意尝试的时候，我发现街头布道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甚至是有人已经稳定出席小组。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布道的见证。在今年二月我们开始预备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小区每周一晚上会固定到星光三月的后门进行街头布道。那我也带着我的组员一起跟他们，我的组员，这个是我的组员，这个也是我的组员，那这个是我们街头布道的新朋友。对，刚开始我带着我的组员一起，那其中一位就是这个弟兄，他叫做关恩，跟我长得有点像。对，关恩就是我们在街头布道遇到的学生。当下我们三个组员一起去接触他，一开始聊天跟大家想的一样，非常的尴尬。但我们在聊天当中找到了共同话题，发现了他是长荣中学的学生，我就马上把我知道长荣中学的学生一个一个名字都把他念出来，看你认不认识。我就念了我所有的长荣学生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结果他都不认识。我就说，我们之前在常州有常去分享，那我们之前来做梦有做了一个做梦早餐，我就跟他分享，你有没有听过？然后他说，哦，这个早餐我有听过，我有听过，就开始有我们的共同话题，那就开始跟他搭上线。那刚开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很尴尬。那我想说，在麦当劳那个环境，因为我不想去麦当劳，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朋友在附近开咖啡厅，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去那咖啡厅聊天？因为我那个朋友是长荣中学的学姐，所以我想说马上连线，看有没有办法拉起关系，所以我就带他去咖啡厅。没想到他竟然跟我说好啊，他也没有事，我们就走路到附近的咖啡厅做聊天。那在聊天的发现当中，他今年高三，他要毕业了。他跟我说他大学不知道读哪里，那我说那你成绩怎么样？他说我应该是同学读哪里，我就会跟着读哪里。我就跟他分享说，大学的学费四年要四五十万，你不是因着你自己，你因着别人去读哪里，你就去读哪里，这样真的很浪费你爸妈给你的钱。那他就说他真的不知道要干嘛。那我就趁机跟他分享说，其实在我们教会，牧师很常跟我们分享，年轻人要有目标和梦想。于是我就开始跟他分享教会的事，就像回到家中，我跟他要 LINE 跟 FB 持续关心他，甚至隔天中午，我直接买了麦当劳到长荣中学的后门去找他，跟他关心、探访、送午餐给他吃。而在当中，因为我们是礼拜一做布道，那在我们礼拜日马上就要做幸福小组，因此我不断的祷告，那也在当中邀请他来到我们礼拜日的幸福小组。没想到他就真的出现在我们幸福小组里面了，哎哎。对，在这里，这个成长，对，他就真的出现在我们的幸福小组。那他连续来了两周，就这个，对，他来到我们幸福小组两周。那我也持续为他祷告，期待他能够来主日。那
我就跟他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重新看看？因为他们家离教会非常非常的近，他们家在长荣路二段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在这两周里面，如果第二周你觉得那个信息对你来说有兴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他跟我说，好啊，那我就来试试看。没想到他当周的礼拜六就真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对，就是我们的小组时间这一个，他永远都在小组拍照，他也确定来到我们的小组跟土日。那在跟他分享，在跟他建立关系的当中，我带着另外一个我的国小同学，他刚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他不知道他未来要干嘛，但一直来到教会，牧师的分享以及使用的信息的造就，让他越来越清楚他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就透过这样子的见证，让他跟我的国小同学接触，那我的国小同学跟他分享他有这样子的见证。就在这3个月里面，他已经开始找到他人生的方向，他确定他以后想要当厨师，然后他也往家药餐饮系来做迈进。很感谢主，他现在已经3个月在小组和我们的主日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热腾腾的见证，就是在今天早上我们祷告会结束后，他传了一个来跟我说，一凡下个礼拜我会带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今天要带他来祷告教会，对不对？当我们出去的时候，神就会将灵魂给我们。当我们跨出第一步，神就会带领我们走第二步、第三步。Amen。那以上是我们的见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到底要如何有效地做属灵认领。首先是属灵认领的新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接触关怀。接触关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关怀的对象，因此我们要把这个对象列名单列出来祷告。透过社群媒体，我们在我们的FB 或是我们的 Instagram 关系或电话关系，就是我们打电话问候，让我们能够取到他的信任。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在关心 Face 的时候，他其实会觉得你很厌烦，不要再打给我了，好烦哦，甚至是会把你的电话挂掉。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刚开始做牧养的时候，我不太懂怎么关心别人，然后我想要邀请他来教会，我在一天之内打了37通电话给他，结果他到后来连来都不敢再来，因为这是太多的关系。那我们在关系 base 的时候，我们特地要小心异性的关系，有时候会让异性觉得说你是在搭讪他，让他觉得不舒服。所以在社群聊天的关系当中，我们的偶像还是有限，所以在经营团契里面和实际探访接触也是非常重要。那什么是有效的经营团契呢？举例来说，我如果约到我的 base， 假设是体妹姐，那我约到团契以后，我不会一个人去，我会带着我的同工，或是跟他同职系教导的组员团契。什么叫做同职系教导的组员？比如说刚硕是长中，那我就会找长中的同学，因为他们在长中有共同话题。那如果我认识婷美姐，那我可能就会找妈妈，或是找舞蹈会跳舞的人，因为婷美姐会跳舞。这样的同职系团契之后，他们进到幸福小组，就不会觉得他们只认识一凡一个人，而是已经认识了非常多人。那探访的部分，我会选定一个时间点，或者是重点心到他的工作地点或是学校做探访。跟大家分享一个小配方，买东西绝对不要买一份，一定要买2到3份，因为你分给他一个人，你要叫他把剩下2份送给他的朋友或是他的同事，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个接触的名单的机会。Amen。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发现需要，我们观察对方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在团契聊天当中，我们要尽量避免讲八卦以及讲负面的话语，甚至不要让Face感到这一个团契都是在介绍你自己，把团契当成你自己的说明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跟Face分享的时候，我们没有听他讲，我们都会在介绍我自己。我在大光教会工作，那我现在负责的是祭拜团，那我都带领多少人，我以前做过饮料店，那我们家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Face一点话都没有机会讲，这是最大的错误。所以记得不要把团契当成自己的说明会。那聊天中我们要往正面积极的方向，更要在心里不断的祷告，求神能够让我们发现对方的需要，更透过各种方式来满足Face的需要。我曾经在每一次在团契当中，我会为Face祷告。就在有一次聊天当中，因为我那个Face他就是面无表情的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哦，嗯啊。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祷告，然后上天有一个声音，他说分享你的家庭，我就开始跟他分享我的家庭，然后我以前我来到教会，分享过后，他开始跟我讲他家里的事情，然后跟我说他爸爸的事情，他爸爸的事情，他们家的工作的事情，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在他的心里面动工。所以其实团契更是需要祷告，不要觉得团契就是在聊天，其实团契才是真正重要属灵认领的开始。Amen。那第三个就是见证分享，
当 Face 愿意跟我分享他的经历，就是他的事情后，我们一定要肯定接纳对方的经历，要先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着想，先不要用太多的属灵用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常会说感谢神，或者说求神充满你。他讲完，他才刚神是谁，他都不知道，你就跟他说求神充满你，神的恩膏膏抹你，力气被辖制了，你知道吗？太多属灵用语其实会让他受到很多的压力，但当他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马上引导对方表达感受跟情绪。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的人其实是很封闭的，他们的脸部表情跟你说我现在过得很好，但是其实内心没有那么好，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更是要引导他能够表达出他的情绪，了解他的情绪以及心情，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同理心。当我们理解对方的心意后，最后一个步骤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马上分享相关的见证，就是马上带着曾经有类似情况的主人或者是同工跟他分享见证，让他能够有机会接受福音。举例来说，若他是家庭破碎需要被恢复，那我就会邀请我的主人或是同工跟他曾经一样家庭破碎，但因着圣之上帝开始被医治被带领，还有生命不破的主人跟他分享这些见证，让他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 Amen。对于 Face， 我们除了关怀陪伴吃喝玩乐之外，最重要就是要全人服侍，要为对方来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是吗？祷告很重要，每一次见面的谈话的当中，我们就要找出对方的需要，对，而且我们要鼓起勇气来为对方祷告。在为对方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邀请圣灵与我们一起同工，因为圣灵的感动也会启示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向和话语。对，就在一次我在为弟兄祷告的当中，我就是领受到圣灵启示我要为他的失明祷告。当我为他祷告完之后，我觉得他很平安，他回复我说你们的祷告真的很棒，然后我更努力教导他，因为我觉得为自己祷告也很重要，我就教导他你要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思念来做祷告，透过不断的他与耶稣与上帝建立关系，您的信心很感谢丽姬姐，真的完全她说她被医治，她的失眠不用再吃安眠药，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很伟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一份勇敢的心，我们要勇敢的为对方服侍祷告，所以我们也要很扎实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操练一下一个祷告的一个服侍。对，来我们现在来说一个决志信主，因为决志信主就是将一颗福音的种子也种在他的心里面，我们邀请耶稣进入到他生命里，要带领对方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当对方口里宣告心里相信，神必然会开始动工。我们坊间有很多的相关的书籍可以引导做决志信主的小册子，在我手边也有一份像这样满足宝，因为每一间教育应该都有它可以使用的小册子，那我们可以到公报社来做购买，因为公报社有相关许多相关的属灵决志书籍，我们可以来做购买，所以这满足宝是我们教会比较常使用的一本小册子。我鼓励大家生日一定要带几本福音的小册子，因为这是很好的一个媒介，很好的一个工具，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人家传福音，而且很勇敢的为人祷告。对，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册子真的非常的有用，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我们老师是带着我们的满福宝，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它里面是非常多教会的小见证。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故事非常有趣，但我没有来信主，但就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来信主了。所以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福音的种子已经扎在他里面，不要担心说他不会来，我相信过几年后我们持续为他祷告，他就会来信主。就在前几天我遇到我的国中班老师，他以前会很常跟我分享这些东西，我当下就觉得拜妈祖应该是比较有用，所以我都不太想理他，因为我住在安定的地方，我们那个安定是一个乡，那乡里面有村，是每一个村都有一间庙，而且每一间庙比一间还要大间，对，一个村里面大概二十几间庙跑不掉，然后村里面还有小庙，小庙一个村里面的大庙跟小庙总共加起来应该十几间二十几间，所以我们那个是非常传统的地方，那我们老师在里面做福音查找工作，就让我现在能够在这边做主见证。那那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刚以上分享几个步骤都是在帮助我们能够有效的来认领领人信主，但上帝的心意不只是我们要认识他，更是要成为基督的门徒。 Amen。
不断的传福音，做主见证。那接下来有两个步骤，就是我们能够让这些刚信主的 base， 他们能够进入到供应系统里面，成为同工、被装、被造就以及装备。首先是灵修生活，对，还有参与的服事，只有参与教会的服事和团契，其实对上帝的认识还是很有限。以前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 base 都会靠很多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在生活。但他信主了以后，我们要跟他分享神的话语，才是喂饱我们的属灵粮食。所以我们要让他看到这个信仰对他的生命以及价值与意义。人会因为价值被吸引，所以带领人的领袖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的生命若不是活在信仰的价值里面，所分享的就会没有力道。所以我们在分享领袖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我们要时常的跟他分享。他或许一个礼拜只灵修两三次，但我们要每天都跟他分享你的灵修感动。因为我们分享，让他知道说圣经里面的故事到底在写什么，到底想要传达意义是什么。人会被价值所吸引，明白吗？对。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持续带领。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觉得他已经受洗了，那他应该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基督徒，那他就会传福音，他应该就会写 QT， 他应该就会做灵修笔记。但这是错的。我们做了非常多，我们带了这么多的小组，我们带领这么多背手，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没有持续的带领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真实的做门徒，其实让他们容易在半路就会离开教会，甚至是生命就因此开始衰微。那这个持续带领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做主见证。要成为基督门徒，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被修剪，能够顺服，被装备。当一个人能够被修剪装备，就代表我们有一个愿意调整心。我们的改变就是见证，有见证就能够有能力传福音。Amen。这里会发现，很多人来到教会，为什么他不传福音？跟他愿不愿意被修剪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愿意被修剪，我们才有调整的空间。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一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也不太愿意被修剪，因为我觉得教会到底要管我那么多啊！我来到教会，每个礼拜六分别已经累了，礼拜六都要跟朋友去夜唱，然后要去吃好料的。那我的朋友都说礼拜六我已经打了，就已经算是一种突破。为什么我还要礼拜一早上六七点要写祷告会，七点结束还要去服事主日学？那个地垫没有排好，没有排一直线，还要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教导？但当我越来越无视，当我越传福音的时候，我才发现被修剪跟调整很重要。因为我的生命如果没有被调整和改变，我传福音传不出去，人家就会说啊，吴亦凡就一直在骂脏话，那你在睡觉睡过头，一天到晚在迟到，你会跟人家讲这些叫人家来教会，怎么会有人想你来教会？但当我们生命不断的翻转跟改变的时候，人就会愿意来教会，因为他会说你是靠什么改变？我就跟他说我是靠着耶稣基督。Amen。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就是刚刚都是我们的实际带领的一个步骤。那其实大家有发现，我会说我们要约团契跟探访。那其实我们人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那有八个小时要睡觉，那有八个小时要上班，剩下八个小时再加上你有其他事，然后学校读书，然后我们要可能八个小时睡不够，你要睡得更久等等，有很多事情要做，加上你骑车的时间，我们其实要有效的安排我们的时间。所以我的区牧跟牧师就教导我说，我们在做属灵这里，我们要有规划性。比如说，我就约六月二十号礼拜二下午两点，我就要去探访我们主人伟如、飞轩、玉如。那这个玉如是谁呢？他就是飞轩跟伟如的同学，就是我的 base。那我就写长工，内容就是长工探访。我这时候他们有几个人？三个人。我不会买三杯，我会买六杯，因为他们一个人再带一个人来拿饮料，这样我就有机会再接触到另外三个人。那个人说：“啊，这样很花钱。”其实这个投资是大的，因为我们带你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投资比那个二十元的饮料价值更大，对不对？对。那这个我连运动的时间我也会把它写在我的规划里。那五点我约阿布跟秀珍，这个秀珍他虽然是来到教会，但你说那来到教会稳定了，我干嘛还要约团契？跟我们组员的经历的时间是随时随地的，因为我们组员也会有软弱，所以我们身为领袖，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团契，然后探访他。所以我会写一个团契跟探访。那这个探访，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探访不是你把一杯饮料给他，然后拍一个照就结束。在探访当中，你要去享受我等下要怎么在短短的下课十分钟之内，要跟他讲什么话，要怎么鼓励他，要怎么帮助他，让他对这个信仰能够有价值。我要怎么跟他说，这一杯饮料不是只有给你，要给同学。他给同学。
其实对他是好处，因为他有面子嘛，说哇你的朋友好好，我们小组长很棒，还会送饮料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要那一天我真的非常非常忙，就是我们那一天我要服侍礼拜一早上的 AB 两场主日，下午我要往上上台的，结果早上八点我接到我一个组员跟我说，一凡哥我出车祸了，我人现在在起点医院。我当下很无奈，然后也很紧张，因为我等下都不是，但我就跟我的区部提出这件事情，区部说你赶快过去。结果我到医院第时刻，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两个躺在病床上，然后他说他是你男朋友吗？我说不是不是，我是他的组长。然后他另外一个朋友说好好哦，那我也要去教会，都有来看病，没有来看我。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愿意服侍人，他的朋友看到这个价值，他的朋友也会想要来到教会，对不对？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做时间，以及我们要把我们接触的面试名单都要列出来，最后再说我们探访的内容。当我们能够把时间规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如何接触。那接下来时间给大家进行 Q&A， 如果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为大家做解答。我们可以可以举手提问，我们同工会递麦克风给大家。
他一定跨出一些板板，那有点热。我跟你讲，你这画面是啥物啊？画面是，不是看工具人嘛？那个就已经好了，是一跨掉一跑嘛，你也看不完嘛，那是这是有尴尬的。那可以继续发问，如果有成功。我袂宝贝属性出钱，以前我做科亚关的技术老师听的，然后讲这边来宾他是个属性，啊，以前等咱咧报课的时阵，我才咱会去存个 best 去关怀，啊，不过有个人其实。伊变是遐介意，你一直去对伊做出关怀，甚至要通伊约见到伊个那个拜访。啊，我想要了解的是，咱偌久会去结束这段，还是讲你有啥物款的时间，你去做折损点来讲，你永不停止。你讲有时阵咱了，咱了就是一寡反作用，就是讲。我太太的朋友搬来咱台湾教会，这是因为咱伊无介意这块，咱不是要去接来小组，咱不是要去拜访，这种感觉，所以伊才离开咱五区去到阿边教会。嘿啊，我想要了解讲，咱五区去做这折损点工，因何停止？是，希望这是很好的提醒。现在这属于这点心，我们要去为我们的贝子做分类。什么叫做分类呢 ？A 类的贝是他愿意，他敞开的 ；B 类是他愿意，不过时间没办法运行的 ；C 类是他不敞开，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我们的属于这里面的所谓的停止点之前，就是做分类。我们要把我们的贝子做分类。至于刚刚有提到说，哎，喂，很新买房，你敢看不还？你他妈！诶，还诶，亚洲，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牧区，在我们的教会的观念是这个样子。直奔刚刚这一本书，哈里更多他有提出的概念，说教会的领袖跟教会对于想要得到的人会有一种冲击。说咱的属灵一定给下面卖两百样的告诶，但事实上是教会只能够得到跟自己教会一样的人。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积极的布道呢？因为我们积极的布道所得进来的人，他可能跟我们一起布道的机会就很高。可是，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他不是说怎么样做是对，怎么样做是错，而是要回到我们去问，是我们的教会要形塑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是。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会这么积极做，也确实，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哎呀，那哦，修机器啦，那修，他妈带盖亚钱，我们这是一个在形塑文化的。过程，对我们自己也会很习惯。不过，当我们这样尝试之后，教会的突破跟结果就会发生。OK。成功就是这个部分怎么样去做分类？你要接触你才知道，要接触了才知道。比如说，约翰，你跟他接触，他表面上都说好，也都会出来哦。不过，他对福音是抗拒的，他对福音是抗拒的。你在跟他谈的时候。得出来的，而且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说你们要去做才知道？其实幸福小组现在也一样，它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操作，你要去实践。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阿刚今天他我哈是不知道，因为布道跟门徒训练是有节奏的。来跟我说一次，是有节奏的，是有节奏的。这个节奏只有你加入这个音乐，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过去我在探访我的贝斯手，我刚刚说，哎，等下你敢吹那也坏，会，他会坏，是我就要去思考，哎，哪一样练啊？我要多久一次？用什么方式去会比较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针对我们所属的贝斯，他的需要跟他的属性来拟定我们得到这一轮的计划。对，所以属灵的也是非常量身定做的布道方法。OK。我们要用十，要得到十个人，用一套同样的方法，那我们的折损率就很高。所以我们就要为每一个人设计不一样的步道跟属于这里的方法。一百多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样量身打造步道的方法。
其实因为我们在布道当中，我不管是在街头或是在关系布道当中，会有很多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很多的挫折，但是在挫折当中，我们就是不断的学习跟改进。举例来说，其实因为我在做教会的一个外场事工，叫做能做梦。那其实要接触的是非常多的创业店家。那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自己在开店，对自己的自信应该是比较高的，会对自己有很有自信。所以你在跟他讲说什么，上帝啊，你要信上帝啊，对，因为他自己已经讲实在话，就是蛮有钱，而且他自己人生在社经地位上面也算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层级的，所以他会对这个不太相信。那这个时候我会用角，我会站在他的角度，我说哦不错，然后慢慢的用各种方式引导他。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做幸福小组，我一直很想带我的那一个就接触店家来到教会，所以呢我就把幸福小组整个移到他们店里面。那就是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会讲得很大声。那我会去打听说，哎，这个店家他们这一对。情侣是什么？谁是什么时候生日？那我就会安排说那一周幸福小组的时候，我就要帮他们做庆生，帮他们店做庆生，在他们店里面做庆生，让他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哎，其实教会真的不一样。那这感受到来教会不只是要得到这个丰富而已，更重要的是彼此的相爱，那一个节奏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每一次在安排不同的时候，我就针对不同的，其实我自己有很多反思，因为每一次做都会有不同的果效，而且奇佑哥他也是不断的会提醒我，像我如果很常跟同一个组人出去团契，或者是时间太久，他就会提醒说，那你就要安排你自己的时间，这个到底是有没有果效？因为我们人会习惯去。有火烧的人，或者是他习惯听你讲话的那一个主人跟他团契，因为你跟他讲他才会听，你跟别人讲会觉得他就不听我干嘛要再继续跟他讲，人是会这样疲乏，但是我们就是要有效的规律我们自己的时间，同时我们对这个属灵的对象，我们不要失去信心跟盼望，因为每一个人的凌晨都不一样。我自己被带来幸福的时候，刚开始超费力的，我很稳定来到教会，但是我会攻击教会，我会骂说他这个其实都是怎么样，超凶的。那像你被上面讲到，我会这样背后论断教会，我是这样会被背后论断教会的人。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凌晨，我们自己都有凌晨。那我被我们那里的背手，他们其实也是有凌晨的。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真的是不要放弃，而且不要懒惰，我们要很认真为我们那个就是属灵的你做一个认真规划。因为我们的那个刚奇佑哥分享的那个老师，他非常非常的。认真在做这个事，对，因为他是二中的老师，大家知道老师的时间是非常的忙，一个礼拜一天八堂课，一个礼拜就八五四十堂课，他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拿空闲的时间来探访组员，他午休的时间还会带着他的组员，比如说在学校集合，然后他们就去探访两三组的他们的同工跟组员，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中午一个半小时就是要睡觉，但是他就是愿意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交给上帝去接触他的人，所以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怎么做图书点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做图书点，但是要做背景的资料库。假设我这一季接触了二十个人，不过在这一季里面我的时间很有限，我可能有将近十个人是被我冷落的，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十个比较有回馈、比较有回应这些人。但是另外的十个不代表我不理他，我要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教会也会办活动啊，要请他们来，哎，要来活动啊。参加还是不急不急的 Q 人，让我们所撒出去的网不要撒出去就断掉，所以我们需要做配合资料库的建档。所以在我们这个 LINE， 我们鼓励同工说，我们 LINE 这个联络人，我们都要做分类。其实 LINE 的这个联络人跟名字是可以做编的，只要我们做有效的分类，其实我们配合资料库就会建起。他可能这一季没有受洗，没有加入。不过不代表他下一期不会加入，下一期不会受洗，所以公司才常鼓励我，就是布道一定要坚持做。很多时候做起来看起来没有果效，不过太快设停止点，反而会造成我们自己小船鬼也也传不出去。对，就是公司给我们的教导。是是。是是想做的你不能到位。那是这个你聊的哪一句话？你不是说那是几回？那是几回？是吧？没有关系啊。对啊，大家讲教会蛮松。
坚持啦，但你们在到让南海到处捞手，基本上南海太改造哦，就我们把它到位。我以前我来到位，我不是为了马上刷清楚。我以前我到位来签这个，我给小费三单，甚至我同意来用限时的来解决。后边我一定会介绍几位，请你一定爱分解三位，你可以到位加分到位。几乎都难处理，那个是我赔了很多钱，所以我刚刚讲就好，还是很好。是，所以我们如果离开了，我们就哇，好好在那边栽种这样子。是的。哦，我现在有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教会会问啊，阿弥陀佛，所以要布道。布道如果一直有人进来，我们就渐渐能够形塑出我们的教会有新的方式。对。OK， 好，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在待会我们休息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私底下也是交通跟一些意见的交流。那我们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到三点半，我们三点半的时候就要准时在这个地方开始我们下一场聚会。谢谢大家。我是本身是做三到六岁的报告书的童工，那另外我礼拜五也是在细胞小组一个正在小组。其实我工作也非常忙，但是只要你跟上帝求，你有时间可以做幸福小组。各位同事说，我能你也能，我能你也能，真的吗？
一样的意思，让大家非常知道这个地方是做幸福小组的地点。然后呢，这张照片你们觉得是吴宝春做的吗？你知道吗？这张照片有三种含义。第一个，你做的手工饼干新不新鲜，看得出来。第二个，你的布置用不用心，看得出来。第三个，这个画面呈现给你的感觉，你会很想去吃这样的东西。我想哦，好，我多大声呢？想哦，这一张我很感谢主，是因为我邀请了我的 VIP， 他除了他是业余的，业余做那个面包做饼干的，也是业余的摄影，可是他完全呈现出来的是非常专业的，就符合我们幸福小组的氛围。我除了要现场吃的开心，我看的也很漂亮，感受度你就会想要来。这一张也是我们在邀请 base 的，我们做完之后，就是我们的主题做完，会在邀请下一周要来的时候，我们会 post online 跟 DM 去给我们想邀请的人。那我们这个东西啊，你们可以看出来饼干里面是什么？你们都好棒，你们都太厉害了，蔓越莓。可是还有东西你们还看不出来，它是杏浆杏仁粉，就是我们用不用心。我们都用心，就是说我跟外面卖的不一样，外面可能就是糖很多，然后呢那个面粉它用什么牌子的，我们用的都让组员现场做，而且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牌子，所以我们的妈妈跟孩子看得到我们用的全部是安心的食品，所以我们的烘焙时间孩子跟妈妈都非常的那个安心来做这样子的烘焙。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什么吗？哦，他煮的都好棒，戚风杯不蛋糕，对。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特别东西？可以看出来吗？那一根铁棒是什么？你知道吗？烙印，对，没有错，烙印。你们知道烙印是什么东西？烙印出来是什么东西吗？这是做幸福小组的用心吗？你们会烙印出是什么？耶稣爱你，幸福的滋味，对不对？这是佩芬老师最喜欢的。为什么幸福小组只有单单一个戚风杯子蛋糕，上面没有幸福的 logo？ Kitty 就是给我们感觉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每一个 Kitty 要印上去不一定会成功哦。如果你不用心，稍微不专心，你的 Kitty 就不见了，烧焦。但是呢，你又不够用心，轻轻一撇， Kitty 的脸就会少一半。所以说因为用心，所以我们秀出来的这十二个全部是非常明显的 Kitty 的戚风杯子蛋糕，这个外面是加一个都不便宜哦。可是来到参加幸福小组，全部现场吃完还可以打包带回家，幸不幸福？幸福。所以我说上帝的恩典，我们办的幸福小组组员每一个哦，虽然参加这三个月稍微肚子有点变大，对。然后这张照片呢，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苹果派。那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苹果派？玫瑰花吗？来，我更恩典的东西会是打玫瑰花，它是打我的分数，所以我们叫做牡丹玫瑰苹果派。不是牡丹哦，因为年轻娇美叫玫瑰，稍微我们理解就叫牡丹花。代表为什么？你因为参加幸福小组，我的东西都是 double 的倍数，所以我的玫瑰变成牡丹了，叫做爆浆牡丹玫瑰米粉派哦。你们看一下哦，所以待会我会给你秀一下照片，这一张你们感觉是什么？幸福的氛围觉得是谁？小朋友。小朋友。对，因为我们这个刚刚消费上农牧区的妈妈跟小孩都亲自我们这一组，还有另外一个依婷老师的这一组，所以呢幸福小组你要让妈妈手做也开心，吃得开心，重点是孩子如果不开心会不会乱。所以我们给我的孩子们有服侍的机会，穿橘色的这一位是我们同工的孩子，他那天现场的氛围，我们给他一个主题魔术师的表演，他很专业哦，他的电器都带来了，好，现场做魔术师的表演，
我的孩子哦，完全没有训练，现场也可以立刻现学现卖，你看幸不幸福？家长来了哦，孩子也很 happy 哦。这边全部几乎是我们同工我们组的孩子，可是他的氛围是以孩子为主，我们让孩子从小就有上台，非常勇敢的可以上去表演，直接是魔术师的表演。然后另外这一个照片你觉得如何？幸福小组营造的氛围，除了现场看，我们的视觉的感觉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刚好遇到是五月的母亲节，所以我特别去找了我们要送给幸福小组 FEST 的礼物。那我们透过了这个，也是我的 VIP 拍的，他也是业余的摄影师而已，他透过了我们在台南的广成坊买的东西，跟我们的一些些精美的礼物摆饰起来，照相起来。如果是你收到这样的礼物，你们有感觉有没有很幸福？幸福，而且幸福就加倍。送给组员的礼物就会发觉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那这一天刚好是遇到了一个母亲节，所以我们每一个组员每一个 VIP 来，除了礼物以外，我们还提供了那个康乃馨，而且我们现场，我忘了 po 照片出来，我们让每一个孩子亲自把这一个康乃馨送给自己最爱的妈妈，现场超温馨的，因为照片我忘记 po 上来，下次有机会再补的。那这张就是刚刚我们所有的烘焙的组员跟 VIP 现场的照片，所以每一个孩子，你会发觉我们大概一半是妈妈，一半是孩子，所以你应该知道参加幸福小组哈。烘焙，你们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会不会觉得很怕用脏？可是我们用脏没有关系。我们在大方消费的小孩子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学着做善后的处理，是用心的去做每件事情。你既然会现场弄脏，我们现场这个营造的氛围是幸福的，所以不能弄脏。我们全部结束后，孩子跟家长会一起同时来做一个清洁的动作。所以让孩子也有学习来做服饰。那这张就刚刚讲的那个牡丹，有没有？你有没有发觉这张照片？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发觉有一个左手边的这一位慧敏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他笑了每一个的笑脸？中间是我们大方教的慧敏长老，他拿的就是我讲的牡丹的玫瑰那个苹果派。我们刚做好哦，每个人都很开心。怎么我的玫瑰花怎么突然间？胀得这么的大，因为我们的材料很实在。贵州的菜，我们吃起来不错，像高丽菜一样。所以你看，那个我还是有幸福小组感觉，所以一定是要跟玫瑰花有点关系的。高丽菜也是很甜，很好吃。所以从这张的照片呢、你会发觉组员做完之后那种跟你的 best 跟你组员分享的那种氛围，很开心，而且笑到嘴巴都烂。我们还没有成品，它就像我们这样。好，等烤出来那个味道啊，我跟你讲，真的是人间的美味。幸福小组就是要这样。然后这一张稍微有点小声哦，不好意思，我跟大家分享刚刚我们说的图片，营造温馨的幸福小组，在我这次接的部分，是因为我透过了我组员都是妈妈跟孩子，所以我们用了一种，就是我们讲 feel， 就那种感觉。我要做的是烘焙，所以烘焙就会是用视觉看到的。然后第二个我会看到，就是说，我来的人这么的多，小孩子比较开心。我透过了听觉知道，哇，有孩子，当然说稍微有点会吵杂，可是你会发觉孩子的笑声是最天然的，是最自然的。一个是跟娃娃耶，父母来到当中，你的孩子很开心，你会发觉，父母也会比较放下心，让孩子在这样子的幸福小组的氛围。第二就是说，我们现场会烤烘焙嘛，所以我的嗅觉跟触觉跟味觉，为什么我的手会让孩子跟母亲都去现场的实际操作？第二个，他们会闻到烤出真的天然的，没有那种食安危机的食物，你会发觉非常的香。然后呢，透过了每一个带回去的他所尝试的一个房间做工的嘛，会帮你做广告。说，我们那一天在真爱幸福小组做了一个好特别的东西，你要不要来尝试？这就是邀约 FEST 的最好的，因为我们的氛围到了，幸福小组
就会让你的身旁边的人都感受得到。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次所做的比较大的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做幸福小组就是要得着那些卫星者跟慕道友的灵魂，那这一份礼物真的是上帝主耶稣要跟我们说的，就是说他真的配得你这样做，所以要付出代价，所以我们要用心。那我们用心去做到了哪几块的部分？因为我们送礼物，像刚刚我们就是母亲节，还有在当季我们会去结合，比如说四月份桑葚季，然后还有凤梨，我们就做果酱。我们会因着这一个节气的部分，跟我们的母亲节去做一个议题，然后将礼物送到最心坎里，因为真的送礼就是要送到 base 的心坎里。所以说原则上就是说我们有用心，因为我觉得用心尽在其中，因为我觉得当你用心做到了，你的 base 跟你的主人这个氛围就会感受到。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设身处地去想，因为我的主人都是母亲跟孩子，所以我的食材在做烘焙全部用的都是最安心的东西。那以上是我们这一次灯爱小组的幸福小组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慧文老师。好，你们一定看到我桌上有很多东西。刚才有一位姐妹说，是不是你们礼拜天就这样？不是的，为了今天这个主题来分享的。我觉得我们这些好礼还没有出来以前，我先讲哈。这个是我家有花艺的人就知道，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寿喜的时候，这些瓶子我看到在热车后，我把它捡起来，然后我给它装备。因为我看到牧师的桌上都有娃娃啊，还有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也是一样学牧师，只是把它装修而已。所以这个送给贝斯的最好的，对不对？而且要温润人家。再来就是你的照片，在幸福小组是占一个很大的位置，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而且有故事性的。当你摆在桌上的时候，一定会很多贝斯特，一定会很好奇你是干嘛的。而且不用相框了，我直接用这个蝴蝶结站起来了。好，所以然后我们就像这个相片，就是我们在恩惠相遇的时候，我们送给我这。送礼品，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送给 Face 的那个礼物。好，接下来我这样有一个布置，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教会周围我刚刚采下来的哈。当然不要跟人家讲不要手这些东西，不要手上，我常常是手上拿着剪刀这样随手去。好，但是我们为了 Face 的，我们就要花心思去做哈。再来，我说大家晚安。你们看到这个照片，超开心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光教会去去了码头的时候，有人偷照，结果偷照，我超爱这一张，所以我刚才跟我们同工讲说，我以后到底是不用这一张。很棒的，做幸福小组，你会越美丽越有自信。虽然忙碌，但是值得的。我现在我给你打开你的手机，请你打开那个照相的功能。我告诉你，我的主人真的超可爱。我们以前照相都怎么样？地瓜，是这样对不对？我的主人跟我讲说照相，我告诉你不要用这样，他说膝盖疼。
我相信上帝会给我这一间，因为有人跟我讲说这一间不太很大，我就不去看。好、哦，所以我准备去看这一间，不是在上家的怀里，但是我好喜欢他的客厅。在这里讲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话语就是要给我应许，就是我们有没有抓住？还是你觉得说不可能？我常常在我的主人面前，你不要给我讲不可能，因为那个会打乱了神给你的主。所以要从说造就我的话。所以呢，我常常鼓励我的主人，一定要有梦想。你存钱了没有？这段话，我凭着信心，我说他有的我也有，他喜欢的我也有。所以我当初忧郁症的时候，刚才姐妹在分享，她想有了，那我比较小心，我想二楼跳下来就好了。因为牧师在跟我们讲这推动这些不消的声音，我一满街的说要来这些不消。那在这里我要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营造温馨幸福的小组氛围，教会因着真诚的爱，带有属灵的生命力，能化解人间的各样难题。所以教会在这个时代应该扮演一个温馨喜，还有温馨的家，温馨喜乐的家。我觉得太多太多的忧郁症的这些朋友，哎，这个是我们的机会，真的是我们的机会，尤其是年轻人有他过不去的那一关。我们是推那一只手，就是拉了一把的那一只手。再来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接待，接待是温馨的家，就是要有一个对的。这个温馨的家如果不对，我们做的事情都不对。因为家庭氛围非常的重要，教会一个真诚的爱好，就是刚才讲的，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家。接待，我觉得接待就是一个仆人的心，不是站在门口说啊平安啊，不是的。我认为就是不可以忘记，神在的时候他里面讲说，你会招待天使，怎么样？真的要招待天使，因为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怎么样接待了天使。所以呢，宋老师呢，我们要不要两个都传了啊？真的要传福音，在我们的周边的人要跟他传福音。像今天早上，牧师说，如果不传福音，灾祸会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点名的时候，王慧梅，我一定说有，我有做幸福小组。你有没有带人来信耶稣？我说有，因为我认为神怎样的拯救我，我们就要走出来，要做分享的，我们要喜爱的分享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你温馨的家庭是要让接待心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来招待他们，让他不想走。我哈，我幸福小组，我的客厅我就有车库。我就是这样的氛围，我让他看到里面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看，他进到这个家，他要去看里面，哎，里面有什么东西？其实你知道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吗？你没有看吗？这里有蜡烛，有蜡烛，而且有糖果，对不对？对。对，如果你没有下去花这么多心思，你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在家庭里面非常的重要，布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呢，在接待中去发现从属灵的一个恩赐的人，让他软弱的变成一个刚强，大家都在主的恩典里面一起成长，就会把接待的工作呢，把它提升到最高的境界。我们不再是麻木的说平安，已经麻痹了，我们的要提升了，再来做微笑。刚才你们有没有微笑？有，微笑可以改变时间。因为他在经文里面讲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当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赞美称赞他。诗篇里面所讲的，所以我在网络里面挂到一个文章，他说：假如你曾经对我微笑，我只是轻轻的点着头，我要细数。是外面的世界觉得，所以我们要更深了，我们的笑脸不是虚假的。不要皮笑肉不笑，你会得内伤。我们是你的长
学到很多，所以呢，78岁了，我可以叫他来拍照上那个地，所以我这边有没有90岁的？没有啊，啊，我都是年轻的，然后70才开始哈。所以呢，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是要一个热情的态度，而且要对世界要有一份爱。所以刚才我讲过，你的微笑，你的喜乐，就是发生在分秒之间，却能够让人家有心安。父母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脸，但是对方可以看到我们的脸，真的是这样。我非常感谢这样的培育课程，我有一个主任。在我们在民族学校的时候，他是隔着脸，看到我的脸很严肃，他就跟我比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表示说我很严肃，讲得到很严肃。来，接下来就是彼此成全，各尽其职，我觉得很重要。他说圣经里面讲说，弟兄们，我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爱。我觉得这一个在幸福相处里面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的主人迟到，你要用什么脸面对他？还是要鼓励他，我有更多的祷告。我的主人跟我讲，在今天早上他跟我讲说，他做幸福小组做不起来，但是感谢主，他做了第三次了以后，他全家都信。我觉得非常感谢，常常分享这个生命的故事，所以要彼此要做一个倾听的人。那一心一意彼此相爱的意思是有相同的心思跟理念，还有被拣选。所以呢，在教会生活是多么的关键，因为彼此的关顾，彼此的扶持。所以呢，我们在准备点心的时候，餐点对你的团队的招呼还有成全非常的重要，尤其要特别注意哪些忽略的弱者，要提醒他，要提醒比较软弱的人，让他变刚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铁三角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要经营一个铁三角，就是吃喝玩乐也很难在一起。所以呢，第二个如何第二大点，如何布置温馨有爱的客厅，家具增减要投资在属灵的里面。就是那一句话嘛，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必加给你。我觉得在神的国度里面，投资报酬率非常的强，我就是这样。所以以前回应接受我的房子太多，我现在成为他的徒弟，我房子不多。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恩典要常常说出来，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经历。所以呢，可以考虑不同的方式。我非常爱东边这一面墙。这边墙，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我看到我的同工，他为了做幸福小组把客厅整修，花了3万块，可是他省给他不一样的恩典。所以呢，再来就是墙面一定粉刷，我的也是，我的车库他有斑驳了，但是我的同工为我粉刷。我觉得这个粉刷就是要尊重我们客人来。我们要有一个体面的门面，所以这个是我的车库，这个我的摆饰哈，这是我的摆饰。这个是同工他们的墙面贴很多哈，下面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尤其是在你的幸福小组，你用那个腰痛啊、牙齿痛，营造这个气氛非常的重要哈。不要再地瓜叶、西瓜甜不甜的，然后落伍的了哈。在墙面哈，尤其是摆放照片，非常。所以我会把一些幸福小组的很开心的阳光的照片把它放在你的墙壁。再来地面，我告诉你们，看到客人来的时候，你没有脱，他不敢穿你家的拖鞋，而且他进到你客厅，他的脚会翘起来，有没有？他怕你的客厅会肮脏。但是我们做幸福小组，一定把地面用得干净，用得干净，或者是用冬天的话用小地毯。去改变一下你的家庭嘛。好，再来就是照明。我记得照明，我的车库，我把所有的灯都换掉，我用卤素灯，想到卤素灯，大家这个很漂亮，对不对？告诉你广告一下，这个是我们二手店的东西，刚才我一拿出来，人家一定要买下来的。所以哈，那个叔叔说这个多少钱？我说应该卖200多块，好，所以
是有人订的哈，所以我们的东西不一定要去买很贵的。你如果有一个便宜的，稍微装饰一下，你的客厅会很漂亮哈。你看现在很多人想出去，因为光明哈，很光亮。再来就是绿，好例子，这是我的厂，我那一间，那个香蕉在后面那边拿来哈。这个是我家的车库，我们改建成香蕉叶，我很喜欢大的东西，所以我就用香蕉叶做杯子。所以刚才有的姐妹她问我，你是不是要烤肉？我说不是啦，这个就是要装饰我的门面，放在门口，进来的人就会说，哎，这个是真的假的？有没有话题是有？所以呢，我常常幸福小组的牌子哦，我做幸福小组，我也。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因为我们仗义的灵魂。我一个78岁的姐妹，她跟我讲说，她床边好辛苦哦，做在本来就是78岁还做床边的工作哈。再来，这是浴室的空间最好用，你看到我的白室就是这样哈。再来，视频不要很多，这也是我自己的床那个车库哈。再来装，用一个小饰品来做装饰。再分享，制造权益在教会是啊，不会的教导会，所以我们在教会必定能成长，阿门。所以我们在教会不是竞争，在教会中可以引导会的灵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使命哈，因为它是我们的阿爸父去完成他的使命。这里经上有，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来。经上说，身上之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越大的加上体面，不体面的越发的加体面。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阿门。传福音呢？传福音的人有什么奖赏？神赐给传福音的人什么样的奖赏？百倍的祝福和来世的冠冕。谢谢大家。谢谢。就刚刚大家听那么多，其实你们一定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也会做布置，那也很会想小礼物的。我相信只是做一个前进跟分享而已。可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课程想要表达的，只有两个字，叫做用心。因为其实不管在传福音的属灵认领上，或者是说信徒小组的布置上，如果我们都真的是很用心、很尽心的为我们的 band 去安排探访的行动，或者是布置这一些家里的这些家具跟摆饰，就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感受到我们是完整的。跟台面说，我们要完整的。但是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连同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会问。这幸福小组刚可爱加麻烦啊，不是很多人会说，一定要这么麻烦吗？牧师常告诉我们，牧师常告诉我们说，也麻烦，烦请假也跳，不疲倦。不过重要的就是透过我们这些精心的设计跟尾声附带下的行动，要塑造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为福音付代价的文化的 DNA。当教会能够为福音的缘故付上代价的时候，那就是教会要突破跟复兴的开始。阿门。所以，是我们能够再一次给慧美老师跟各位姐妹鼓励，跟谢谢阿美跟他们。那现在开始呢，我们一样从这个时候休息到4:30，我们4:30要准时下一场的聚会，所以在下面有茶点，有洗手间。那3楼也是有一间洗手间，我们可以分散去使用。要开始我们的课程呢。找4位志愿的同工上来。
演 face 的啊，不要紧张， face 的不用讲话，好不好？我们等一下示范的时候，我们会示范在这个幸福小组里面，性情的氛围如何营造。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我有没有人自愿的？是，好，对，有来，很好，很踊跃，那我们请上台，好不好？自愿的我们就上台，现在还有两位，好，我们请上台，都是姐妹，有没有弟兄？
可是呢，他没有一天睡得安稳，因为随时怕有人来怎样暗杀。暗杀，对，哦，那美貌的话呢，终究是会随着年华老去而失去。所以虽然短暂的拥有这一些，可是呢，我们还是心是焦虑不安的。对，哦，那除了这些内心的原因呢，还有呢，外在的环境。现在呢，打开报道就看到都是空屋的问题、食安的问题，还有经济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哦，还没有练完，我的头都痛起来了，有没有？真是觉得哦，真是外在的环境也很差。那另外还有呢，期待落空。现在人很喜欢发 FB， 有没有？有。哦，我那个生日的时候啊，我看到同学生日的时候，老公都送他一条金项链，然后我生日的时候呢，老公送来一条金沙。要让我们痛苦不幸的在里面生活，对，哦，所以刚刚以上看到的不幸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对，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是指所有人，世人是指你跟我。那个大姐有没有觉得第一次来就被讲成是罪人？有一点，有点觉得三条线没有待会的问题，等我解释一下哦。那冬雨，你觉得什么是罪呢？我觉得罪应该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跟台湾，或者说各个国家都有一些法律吧，像比如说我不能酒驾，或者说不能就是危害到别人生命，这些可能是罪啊。嗯，对，很明显的罪。那吴兰觉得呢？自从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圣经就讲，哦，我看到东西，我觉得它长得啊漂亮。每次只要这个意念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圣经的话语就说不行，犯罪了。哦，哇！所以呢，其实这很多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戏，叫做《后宫甄嬛传》。《后宫甄嬛传》里面的嫉妒，还有那些看尽的人性，有没有？那有的没看过没关系。那我想人所指的罪呢，是指就是我们犯的法律以外以内的罪。那圣经所指的罪就是嫉妒啊，还有一些骄傲、不饶恕。那你如果没有看过《后宫甄嬛传》，你应该看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美丽的对美丽的皇后，她在宫中里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过得有权有势，然后非常美好的生活，可是却因为嫉妒，对，拿了毒苹果去毒害皇后。哦，那还有呢，不饶恕，你说那我没有，我只是不饶恕在心中啊。可是呢，当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你一定会做出伤害人的事，对。哦，那你如果说不会，我很容易控制我自己，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那大家知道吗？屁股的也来凶啊！到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就是心脏病啊、焦虑症啊上升。对，那所以呢，负面的情绪就像一把刀，哦，它到最后呢，它不是插进了别人的身上，就是插进自己的胸口。哦，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喜悦我们做这一些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事。那所以呢，因着这些罪呢，离开了神，那导致呢，我们心里的重担越来越多，靠着拜拜、烧香、算命，好像都解决不了。哦，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没有办法很完美啊。对。所以呢，神爱世人，他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所有的罪。那我们只要怎么做呢？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信靠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能摆脱一切所有的罪，来承受神的祝福。好，那大家想要知道更多幸福的秘诀吗？想想，跟你旁边的人说，下周一定要再来哦。下周一定要再来。
拿来拿来，戏剧团队还给我们上一个掌声。非常对一体，然后关系非常的
前一个。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是我们的同工态度。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同工态度上面，我们的秀珍姐就是我们的信息出讲者，她会常常带着微笑，然后去四周环的每一个背景，她不会特别的给我看某一边，可能是12点钟方向或者是3点钟方向，而是他会在每一个背景当中做一个眼神的运用。那我们眼神的运用呢，好，来给我一个微笑的表情，我要看到你微笑的表情哦。当你呈现微笑的表情，无形当中你会让我们的背景心情会更加的放轻松。对，好，给我一个不满的眼神，不满的眼光，哇，可能背景就会觉得刚才讲到什么，对，可能说刚才有讲的什么话，有点主讲者有点不太高兴，再给我一个严肃的眼神，大家不要笑就很严肃了，对吧？所以刚才在讲到对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些背景我就觉得好像氛围有一点点的凝重，那这个就是我们眼神的一个运用。所以我们要非常，尤其是身为同工，我们要非常的敏锐一个表情，我们的表情。所以跟你旁边讲，我在一点上看到耶稣的形象，在一点上看到耶稣的形象。好，再来呢，第二个，其实第一个跟第二个也都做结合了。我们刚才在第一个的部分，我们有讲到就是微笑、不满跟严肃。再来，我们的表情呢，就有所谓的喜怒哀乐，这个都是会间接或者是直接去影响我们 face 的一个感受。好，再来第三个就是手势的运用。所以你刚才看到我们的秀珍姐，你刚才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她有的时候会很就是比较激动一点，然后就会有一些手势上面的呈现，那无形当中就会带动整个这个环境的一个营造氛围。是。好，再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呈现出来的氛围都不一样。举例来讲，像我就是带儿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我的表情比较多，然后话会比较多一点点，因为我们带儿童必须要不断的去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去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那像公寓呢，对，那像我带的像学青的年代，国中高中生，还有大专研究所，还有一些社青的话，其实我们在幸福小组的信息里面就很适合有丢互动性的问题。对，就是比如说我提问一答，或者我丢问题让他们小组讨论，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大专以上到社青可能也很适用，但是国中高中我们就还是需要让他们是多一点听，因为国中生他们比较不会分享他自己的感受。那最后一个就是由秀珍姐这边的壮年，我这边的话是属于比较资深职场人还有社会人士，所以基本上如果丢问题给他们，下个礼拜就不会来了，大家要注意。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刚才秀珍姐跟大家分享到说，我们在态度上或肢体上要有这些的注意。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制作 PPT 上面的时候，我用刚刚秀珍姐在上面 PowerPoint 的例子跟大家做了4个就是简单的整理，让大家在做 PPT 的时候有一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你的背景，最后来，我们一定要来呼喊口号一下，做幸福小组呢，你一定要带着二心一起。那二心呢，第一个就是决心，跟我讲决心，决心。那第二个要带着信心。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没有关系。好，我们给我们的播放同工一个掌声。决心、信心还有热情，因为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阿门。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做 PPT 的部分。第一个是要背景要简单不干扰，就是我们在刚刚看到秀珍姐的 PPT 里面，她的背景其实是非常清淡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些文字搭配简单的文字跟图片的时候，才不会抢了整个就是视觉的整个不会让大家觉得被影响，因为其实人是视觉性的动物，那我们就要晓得说在一些背景还有图片的选择上要去注意。再
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幸福小组的信息里面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影片还有见证，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把幸福小组里面见证的时间把它直接安插到信息的分享里面，这样会让 Face 在听的时候更加深印象。最后一个就是你要用心就能够打动 Face 的心，你会发现刚刚秀珍姐找了很多的图片，我那时候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就问她说，哎，那个有神跟人然后中间有十字架，你是自己做的还是上网找的？她说她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面找的，所以其实会发现是在短短的十分钟的呈现，她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做预备，而我们在为她呈现的这个 PPT 她也改了大概3次，我们的档案到今天早上她还改给我，对，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用心就能够打动费神心。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实作时间，我想要先邀请大家，是不是你已经以幸福小组的配置，我们最少四个人一组了哈，我们现在四个人一组，然后呢如果你是那一组的话你就代表举个手，我们这时候请后面的招待同工帮我发下去，一组要有一张我们的学习单，待会我们要实际的操练怎么样在一个小团体里面我们去分享，就是今天的信息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就是 PPT， 我们请同工现在开始发，然后我们那一组如果你是你们那一组的代表就请你们举手好不好，我把手举起来，就是四个人一组幸福小组，我们要实际操练大家分享信息的这个，你应该多少信啊，一排四个为一个单位一组，对，你就一排一组，他们排队都要唱麦，如果还没有分没关系，我们待会就一排一组一排一组，一组呢我们只有三个，所以天然就是说这个可以下，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休息，那只有10分钟的时间，20
跟准时开始上课，谢谢大家。阿哥请客了，阿哥请客了。感谢刚才啊，给谢诸葛亮给开心情啊，一些特别预告的啊。我想咱用的这个传统歌，以七月十五拜六，七月十五拜六下午三点到五点半啊，用的传统歌有办一个，咱的去办这个布灯，不是单单对咱的大人的这个布灯，咱去办这个布道的文化，马上比那个前年那一阵。所以七月十五号，中辉传统歌，大家跟高明合作，你下面办一个啊，礼拜六下午三点到五点半的一个步道的训练哈，类似这样的训练。我的情况也是说，那个大人他前年讲比较这还是没那个报的了，不好意思，不能出来，就是那个对儿童，哎，大儿童他这个步道，我觉得儿童步道也是可行的哈。他说我喜欢。那刚听了那么多关于幸福小组，不管是从属院里到分委，到刚从来到的，就是我们要如何讲一篇感动人心的事实。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幸福小组的平台跟策略，要把我们的 base 引导受洗归入基督。所以今天最后一堂课是十分重要的课，要教我们怎么样邀请弟兄姐妹能够接受，能够受洗。所以这是我们拍手掌声欢迎这一堂的讲课，欢迎大家。各位来平安，啊！虽然是最后时间吼，但这最后时间就靠大家做来，但是够成功到底，啊，幸福小组就跑到位，还是安那准备？我也变咱来习惯。啊，今天过来介绍我是原生，我叫原生吼，啊，我是青年木区关系，青年木区是伫咧啦，应该是青年木区，青年木大部分拢是啊，新人加迄个油丁啊，好，啊，希望咱开始。来关心甲了了解，啊！而且咧，我咧做新闻小组，我是到的时已经是第三届，但是伫对着我来讲是全部第二届，秋季的时阵一届，一届秋季我做第二届。啊！伫过靠边的时阵，我感觉着，这个新闻小组应该是得亲像团结的赶快，诶，五饼二鱼这个方式吼，伊带这五饼二鱼这囡仔来，啊，通过伊加做一个提高观的，我每年我家己加做一个啊，安德烈的新闻小组。就安尼个实际进行个时阵，啊，阮即届阮个节目吼，大家报告一下成果啦吼。啊，阮有总共有啊，即个是一个二十三岁个妈妈吼。啊，过来，即个是一个啊，伊个妈妈透过着伊姐姐先生嘞，一个男生嘞，全家伫住同款吼。陆续伊妈妈啊，生了了，妈妈过身，但是伊拢毋知生嘞，毋知妈妈到底伫底。等于到就爱在四月天地时参加，等这个夜观公园，伊开始爸爸就听懂的时阵，伊目屎一直流，流袂止哦，心情感动的，我亲自知，我的妈妈伫倒，起码伫上帝的所在，伊一说实话讲，最近你确信要受洗了，是时候了，伊讲讲是，我们说的，哦，这是连接果子哦。那再来，那个是他的姐姐也受洗之后，一直期待他的妹妹跟弟弟也受洗。啊，你家李建喜也妹妹，啊，变成对王殿慧君啦，王殿大慧君，他也受洗啊。那再来，现在也是弟弟，哦，以前这些内掉，弟弟也妹妹跟弟弟都些内哦。啊，再来，你家那俩，是爸爸两个弟弟来讲，啊，爸爸要些内，你两个囡仔干嘛些内？你两个囡仔讲，我考虑看看。啊，考虑看看，这个哦，隔天刚伊问伊讲，啊，你要洗嘞无？伊讲，那我要洗衣啊，成为上帝的小孩，你说不好，啊，等老师那个，我那个儿童洗衣馆来个，我来来陪你哦。问伊讲，你当见证，问伊哦，哦，我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才好？啊，我确信我要受洗。啊，你再换一件洗衣妹妹，你妹妹哦，这次我妈妈开了，你换一下是妇女队，也新的存在。这有两种意义，一种培养是问伊个大爸爸，我
啊，我好紧张哦。所以你要一看人这个事啦，哦，啊，第二件啊，你感觉这个这里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视的哦。囡仔买单来靠这个心理小组来写，为啥物？因为曾经我们是为他们量身定做心理小组，啊，现在来给介绍为啥物要这样。我们才四个成员，两个小弟，来当下掌声。所以刚刚有些，你老麦跟外刚刚应该往这，再来看看他各有当当理由哈。来，再来是讲，我们要提早建立关系，也最重要的事哈。同样的提早建立关系，就是幸福小组会摆进去，关系摆在外刚啦，就是我去对，我去认识有几个。啊，过年我的当当去邀请新朋友来。头一届建立关系是靠对个制度安尼，伫制度中间，我去体验体验两台子状况，我们同时会怎样心情放松，也调旺他们的热情。好，那安尼，我那话，你从认识到了解，啊，对你该契合、该排干、要该有你的状况，要该什么状况，你可以，你尽量，他也可以参加事务小组时间、省时间，但千万唔通讲咱为着。要摆事务小组，你定时间来邀请，那是为着你个人去实在遐，因为有内底大概时间是当时来做出来，所以你要提前啦。但是我感觉是有意义的哈。那为着安尼，我讲啦，用爱来量身定做事务小组，啊，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事务小组成立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不论是大人还有小孩，等他来做上班。邀请伊来，知影大人嘛，知影囡仔时阵吼，你安怎样？阮甲三个同工，主要同工三个，但是其他同工几对来，几对来。等有人知影讲，伊今日才坐上来，讲天叔哥，我可以来带小孩嘛？我讲够好了，哦，后来我讲，你到底产量够，无问题，我问题吼，到底产量是一个男生，我搞，哦，一个人出一个，安尼产量咧吼，啊，唔然咧，有人讲讲。那是无啥头路，我看我讲了我物件出来，开始大量调我。不仅如此吼，第二个是做，你第五辈来，第六辈来开始，你嘛参与行业呢，你嘛提你的拿手菜，你的物件都交流了出来吼。再来啊、我相信吼，所谓一切都是爱的意义啊。所以说你看我内底的一些行为，你吼将来我是对生命的负责，你那用的贴心，用的热。每一个主题靠对一个，知影讲伊在用什么物件做条件来破破题吼，啊靠对破题，然后呢，不仅伊那吼，伊大一下破题，我讲台湾嘛，做讲未来去上课吼，啊，这是阮所谓破题，我有点我们小朋友喜欢来做教材吼，啊，这是有很多的爱心的小爱心把听众同学读完。最好解法就是刚好遇到母亲节啊，我们可以呢，可以先生跟你联系好太太，哦，祝你多亏啊，祝你多联系，好，阿里山五三六啊，这个礼拜我们用杯子把母亲节的礼物送你哈，啊，一捧回啊，一捧，啊，上一届回啊，哇，当然他非常的感动啊，好，啊，你现在怎么办？其实哦，这贵的文章节，这我们现在不住的给你感到，不住给你感非常重要啊。他当然不是跟你聊到是怎么发现他的需要，他的所有一切需要帮忙的地方哈。那在当中，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加入去体验真理的话，而且怎么样我们体验祷告享受平安。去体验祷告享受平安哈，需要大的，需要多点。那来放宽解决，从靠背的天赋的信，可是大家有会去天赋线上感谢，很好。但是咱总共安尼七日礼拜中间，会当把你培养用，因为适当的时间用是多好多济。我是伫第五礼拜开始，第一礼拜、第四礼拜伊听人讲，第五礼拜咱开始开始要哪听人讲，听人讲。啊，伊讲来讲，当伊听到这个拍面时，伊分享时，我们甲经常会怎样？啊，一个信息用拍算两组、三组，啊，互伊家己听。让别人传音传，啊，互伊看伊天赋信息的分享，等分享伊就开始听伊故事啦。哦，我们伊中间哦，老马西老马西伊讲伊的故事，咱听完了了才好啊，咱你安那有一个恋爱的关系，嘛，伊靠对一个循环经历神，然后我们要教导他们去学习感恩跟恩情。
但你要讲详细相当重要，伊若了降温哦，我相信你就袂过礼拜、两礼拜哦，提伊去爱啥物件来甲你分享。啊，再来现在讲啊，以啊上一我们上次有参加长鲁的那个姚希荣牧师的一些啊获得回馈单，有一句话好我很深的印象哦，我一直也是放心内嘛。伊讲哦，我们要怎么样传我们所经历的，要经历我们所传的，等于这幸福小组群你就可以做得到。你两边来够，你也可以。你来照我们所经历的，经历我们讲的哦。他今天来盖小学，小故事哦。这妈妈一孩子的力量哦，这是给给长工讲。你老公连那个哦，我做拍过没？这力量哦，哎呀，你困了，而且啊，一个我气我败掉。那个老公说，爸爸，弟弟的，爸爸妈妈有给力量做我的看的哦。你无变头壳，啊！而且啊，你乖乖困吼，你一直到天光吼。变人家五点多睡着来的，人生课不好呢，讲你嘛有好哦。继续祈祷嘞，爱讲五哥吼，再立起来，你好好好好睡。如果啊，你要改变祈祷啊，改变啊，你莫讲你头壳，你做好困啊，变人家两岁回归啊，吼。你变人家，变人家五点多都搞来。民俗课真正有效嘞！啊，感谢主，我讲哦，上帝就是来给你引领的哦。面对一个大家哦，伊就好难。来啦，到李先生一个，你知哦？我来帮你传，魏先生祷告三十一天哦，可以哦，做蛮久的。我老爸跟起来了解以后讲哦，哦，我安好，甲我跟大家是逐天关心就对啦，只要嘛对话就关心就对啦。因为这里是安静嘞，我是安静。就我们大家的时候，安关键的时候，我安不掉的，我掉的。哦，啊，心就弄了，就去做伊的工作咧。我无去听我关键起来，然后感谢神。那他们今天找到，啊，这再一个，以后应该是我的小组，进入小组来公费子，公积金进去找到一个总经理，对不对？本来他要受洗了，你都会搞成一个，他十二月可以受洗吗？红东的赛啊，哦，这就是我过来初级训练，一定要摇下来的人哦。而且我预先提早跟我预约要受洗。那感谢神，等我到达第六周的时阵哦，才是化解我们回忆，可以喝下你的出来一尊。第七周是最重要的时候，那第七周怎么样？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后，化解来后面，引导神的天成为我们下一届训练的老公。你拢良心的，哦，我心头都笃定咧，伊袂傻咧，咱都唔知。我傻咧，我讲应该无伊，我就是说，伊讲伊怪，但是另外一届吼，当作四个怪人，就伊那些，啊，唔然咧，咱遇上的，伊这辈子中间，无啥物怪人，就是本遇上的事实当中，啊，我的心无能发挥，我的心袂晓承认，好，啊，再来上尾，再来强调吼。下一届幸福小组已经有人预约了，两个成人，一个小孩，预约了，感谢。好了，非常谢谢林妹妹的分享，她告诉我们祷告非常重要，所以旁边人说不住的祷告。所以这才能贵人的是爱人吗？
爱敬拜啦，吼爱敬拜，爱敬拜来去啦，哎呀，唱啊，唱啊了后是主唱，这是像咱咧传统音同款啦，咱咧传统音在生活中在人生都有咧讲嘛吼，哎建立关系，爱甲彼此的建立关系吼，啊所以咱去下就爱去，就找一下彼此朋友，甲人建立关系了后，关系了后咱就甲人一个互动吼，啊互动吼开始就邀请人做幸福小组，啊幸福小组了后，咱就刚刚做那个做幸福小组的时阵哦，咱刚刚爱人在彼此人记得，咱就骗人。我们一直刚刚，每一天你就是爱人在彼此来记得。啊，所以我的网络每周有十二小组有幸福小组。啊，幸福小组里我有带一组吼，带一组，啊，有带一组这个小组，我伫咧锻炼是从平衡，我就是爱带大家做伙记得。啊，做伙记得就是提升咱的勇敢，上个咱动在，因咱在咱做台南的因。都是讲啥挂天咧食饭嘛，哦，说咱个挂天咧食饭，啊，咱做传播音嘛是挂上的，挂天就是咧挂上的，所以咱做咱个咱传播音嘛是咧挂上的，要来收挂吼，啊，所以咱就爱提到提到到对啊，一提到上的关注到会声吼，哦，对上的甲咱同在，咱只要对上的来一心，哦，咱对对上的来付出，咱只要对上的来提升，咱只要担心后代只要对上的。可以带来的上帝祝福你的心灵内底，我所以在内心爱祈祷的天主吼，祈祷呢来到预备位，在属下顿的时阵，咱就爱操练电流听，你就爱每时当上帝面前祈祷的时阵，你就笑容面，一个人祝福的祈祷，啊，就打电话来关心。有时阵你打电话的时阵哦，我讲，哎，我明仔我来请他，我啊，你来下课啦，对，打电话给我关心，给我请安哈，啊，就我来跟我，啊，你平安无？我我明仔我差不多无平安嘞，你都打电话我。我给他提得了，就好。啊，这打怕的话，这个关怀度吼，真的好在他到底一个真友好的诶建立关系吼。啊来吼，这个诶，这一波他一天到晚啊，这个这一波去甲探访。啊，探访有阵有时阵伊无爱互你去探吼，就是吼，我若坚持呢，一届一届一届吼，你只要有一个。给设备之类，他们是给什么？你讲吼，淘宝为了探访这个服装，你讲我搞唔准嘞。我就是我家店小，我就是来要平常地方，老百姓来去玩去探访，探访了后就过来要参加那个事务小组，他们把设备吼，有东西拿出来来提供哈。而且咱探访是真重要，你探访去到云林吧，就是他跟他亲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你得来关怀，看有什么需要，你得。对，就好。那你这个就好了，给你配合点。因为我们你是来说，那你这样子好哦，对我，对我这个做担心的哦，有怕人的心哦，怕人的心，你得做广告来怎么上班？去补小组好。对，啊，所以你们，咱刚刚在哪里做啊？好，我们来提个准备，看看东西，准备做一单好，是不是做一单好？好，阿来个配合好，探访可以更关的。好，来来，咱。幸福小组的迄个时间，咱就按民族的观察。这台南嘛是爱安吼，民族的观察嗰边，球啊，到什么程度啊，到什么时候啊，特别是奇怪吼。啊，所以咱幸福小组的中间，你就按民族去观察，每一个青蛙，每一个家庭，一直参加幸福小组的中间，你看都是怎样，你幸福怎样嘛？啊，伊有什么困难嘛？你爱去观察伊，伊说的呀，你在幸福小组有行动，啊，伊的生活中有什么状况，你爱去在关心。啊来呢，你爱勇敢，勇敢吼，勇敢去来控制，来讲咱到底五岁，四五三十他们到底四第四周、第五周、第六周就开始要来邀请伊做洗脸，不管是洗脸，啊所以你去勇敢吼，你来勇敢，他就报了，你讲勇敢。参加幸福小组了后，你的感受有唔知有骗人的声音吼？啊，你家己报名时阵，你就讲啊，你敢无感受讲上帝疼你吗？耶稣疼你吗？上帝咧救你吗？啊，咱灵魂需要有拯救咧，咱个灵魂哦，啊，有负责人，我有心话哦，咱有心话哦，你有心来说就拯救哦，你有心来说就多拯救哦。啊，你特别用咱这个胆子咧，信用上太浅的吼，啊，不讲你的灵魂的好吼，啊，所以不要吼，你就用咱来讲，哎呀，你来提示时。你嘛唔免惊嘞，哎，看一钱吼，看一钱讲敢冲啦，唔免惊啦吼。所以吼，你着想到讲，旧灵魂哦，你唔免惊啦，旧灵魂我来一钱啦。你旧一条灵魂的借贷嘛是无给钱过啦。你讲，因为我比爱你安那爱你的信主，爱你的生命，唔值得爱你的钱啦。唔是爱你的信主，你着生命，我比爱你的灵魂，我听你，唔是要听讲这地上跟做朋友玩玩一样，我是要听讲你的灵魂，你去救啊。你若敢唔想听，你的灵魂会当跟你相连。
这是上要紧的，是重要，也是客人哦。所以我这是平安，我较会甲你邀请，各家邀请，吼，我来引导你来信主啊，来洗嘞吼，啊，就坚持到底了吼。有时阵哦，你家己讲的时阵哦，伊嘛对来提示啊，提示讲是提示吼，你那个心嘛嫩啊，你若嫩落去吼，你心嘛又嫩，若嫩落去吼，我做落来吼，你个你这个人照样刷出去啊。啊，所以那个心嘛要坚定起，要坚持信心吼，来帮助你来扶你。特别说到一个妇女的最大嘛，是妇女来到人世界中间嘛，对。那我咧，这这摄影师的这个兄弟吼，摄影师这个兄弟吼，伊就是吼，我要来做拍摄的时阵，要来关心的时阵，要关心的时阵哦，伊讲我，嗯，我妈妈啊，一个姓朱的，我妈妈拜拜，我好，我妈妈拜拜，安尼好，我想要找你妈妈的姓朱。哦，我就去找妈妈，我就去找妈妈，我就找妈妈做官的，还是来高的，还是来传到伊哦。哎，妈妈哦，讲不讲？好，对头，我会清楚哦。妈妈会啥会啥讲的，啥讲的，啥啥讲。啊，再后来就我说的，你该听到来说的哦。啊，怎么一搞的妈妈，这个伊个要清楚啊，啊，所以给咱清楚啊。讲好，啊，怎么你妈妈说的了哦，清楚了哦。今晚王伊个爱来参加幸福小组啊，吼，爱就答应吼，啊，答应就出来吼。个性小众啊，包括为什么吼，他做这个娱乐旅馆呢？娱乐旅馆那是标，我们家少年吼，你爱看是标，阿叔买娱乐旅馆啊，是标吼。哎，自己个性小众啊，七八百个性性小众来对。啊，到尾生的时阵哦，伊个阿个咧行，阿个咧提示啦。我讲你咧行啥物啦？一切是啥物啦？妈妈就生得了，庆祝啊，一定要得救啊！你敢讲你妈妈得救，你敢讲得救吗？你就爱得救，我是感觉爱生的拢爱得救啦吼。啊，你得坚持起来。该过来了，好，好，阿个我来说嘞，好，但是好，阿是咱别传，说嘞进前，你该应用到伊个说嘞哦，应用，咱平常你个心哦，我甲你讲一下，你个可以，我来耍掉啊，吼，你来做坚持，你个是，你个信心坚持，你个坚持，好，坚持你个够，特别是该讲讲来聊起来吼，好，这吼，我唔讲这是妈妈啦，吼，这妈妈是，譬如不是遇不到该说嘞吼，阿是这妈妈是不然只讲来说因。都好了，我想想办。哦，今仔日这届吼，你老师跟我讲，我妈妈要去拜拜吼，我跟你爸爸讲票，啊，你我来找这妈妈拜个信主吼，啊，啥来找妈妈信主啊，信主啊，你听，做个信主哈，说了了吼，咁下次吼，啊，来这边吼，再有一个起码请给些这个表子吼，就讲我这伊有一阵做不大的时阵，伊当伊个有伊个当书递传出来，传出来参加信徒小组吼，哎，信伊伊个信徒小组做不掂个，我崩个，啊，唔多吼，后来参加不解了吼，伊个真拍回个心，啊，拍回个心，拍回个室内时阵吼，讲啊，伊讲好啊，我室内啊，你讲室内讲讲你邓明哦，搁大个亲戚，搁你亲戚，搁大讲，啊，你好啦，我室内啦，这个同你做一代都唔室内啦吼，后来就伊就搁退。我唔知先咧，我就知影，我来讲，反正这爱有上方块，所以吼，我想说，我就一直为一个吼，啊为了一个吼，我就听到找伊啦吼，听到找伊时，我就来讲吼，我讲你啥物都要，我来去说咧，我讲管你，我肯定管你啦，你管啦吼，你不管你啦，你管你，家己决定啦，你管你啦吼，啊你吼，你说，他做人家事情嘛，有迄个温柔亲切的心态，这么说是，你平常在弄个这品牌嘛，还是搞不起来。品牌越信用越对，越喊越信赖，然后啊，所以很多人都应该哦，偶尔就是那个这类型就变火了。然后那个，那个，那个下一个这类就过两遍，我们来笑哦，变很笑哦，一起变这类型，我们这类来变笑，我是不后要变笑，啊，吓出来了，而且笑的是可以笑，自己拿手有这类哦，要小心哦，啊。对，像我家主这样吼，在我诶 ，Facebook 哈，我 Facebook 里面那个办的设备哈，还有小镇哈，下一张哈，而且这边哈这么多哈，你跟我这边听听哦，我这边听，现在跟你讲，你来这边管一点，一点能当，啊，就是一届一届改变的设备，跟保安讲，他本来讲，而且这届哈，我这边做了系统小组哈。你看我讲，较快来，我讲你慢点讲，吼，久啊，你平白，你慢等等啊，都慢到啦。那边灵魂吼，上个月，个什么时阵，咱都唔知影吼，所以咱讲你就说对啦吼。那领导啊，咱像爱轻松哩过，领导就讲，讲就讲，讲要是同我讲来，就叫我一枪。
去想法，那重要的事情咱无去想法，看看人去是看咱客户的哈，啊，所以到位的应当人来是不只是做卫生，这是重要呀吼，咱想做吼，吼，啊来吼是边仔一个姊妹吼。你一个姊妹吼，这姊妹就是讲，当伊来咧参加幸福小组的中间，你爱去了解伊的皮肤是啥物吼，伊感受是啥物吼，所以我看伊来到位做礼拜时阵，伊就一直哭吼，啊，伊幸福小组中间，伊个伊蛮哭吼，我就听到讲这姊妹吼，就是那里吼，人家说到底伊个错位，诶，幸福小组我就来问咧，我无咩人去到学生咧，伊同我讲啊，生的时阵啥物啊，安怎去生咧吼，我就来讲讲，我讲讲好。我也是我的设备哈，啊，所以各种的设备，啊，那设备就是也是正常，我讲的不管哈，也不管那个在营造里，咱就把设备哈，我讲啊，你唔要你设备哦，你得爱个地方到人，地方你先先来哦，吼，啊，所以你起码得给先先把穿来哦，哎，先先来先哦，你去了，老板给我三件，好，我穿戴工，我先先把个设备啊，哦，我你先先要去买设备来铺啊，吼，哎，转机会哈，啊，所以先先再听老板，好，我讲吼，你。当这个上班休息的幸福小组，第一站就开始写了以后，要下去嘛，因为这样庆祝嘛，赚了这个这个聚会嘛，也是有给对活的信心的规范哈。那所以说，一个组的很多人进来哈，以前有这些兄弟这三名哈，所以大家两支组的一起，一个跟其他组的刚好。那所以大家传了信息，给他有上面勇敢，给他有钱，给他钱哈，所以勇敢是决定起。修挂啊，一定有修行啊！勇敢啊，头啊，像这个一万出去哦，一万落花花花一万出去，你从坚持这个信念啊，坚持这个信心，坚持这个一个修行啊，修得开心就修得开心哦。没错哦，咱社会来做出来，后面来怕的哈，啊，勇敢的心，坚持的信心，你就会说很丰富的啊，感谢主啊！哎，这么快。好，大家好，我是大道商会青年部去的何欣。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前两季累积到现在，我们在邀请洗礼上一些我们统整起来有效的实际作为。我们一开始也会觉得很生疏，但是我们会从中统整一些最好的实际策略跟大家分享。好，那首先呢，刚刚前面元生哥和长老都讲到了，持续的祷告，而且明确的目标，持续热情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从我们在关系建立的时候，团契探访，到幸福茶会，再到幸福小组，这个时间非常长，几个月其实也没有那么长，很快。几个月下来，你一定要确定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领人信主，明白吗？哎，当然目标明确、意向明确的时候，你做什么你都会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且你心中会不断的为此祷告，重点只是送杯饮料，你也知道你送这杯饮料就是为了要领他信主。好，所以明确的目标，再来就是呢，这当中我们要不断的为他做全人服事。我相信在前面几堂都有很多关系建立的课程，大家都很熟悉。这里面其实不断的安插全人服事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要带领 Best 不断的经历圣灵。当他真的经历到圣灵的作为的时候呢，他绝对不会忘记，因为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主观经历，好吗？所以这当中我的策略是渐进式的带他做觉知祷告，不会第一次见面就带领他做觉知受洗，他会被你吓到，说主啊，他现在要属灵征战，后面我们要驱赶他里面的势力，他绝对听不懂，而且他感到害怕。那一开始我都怎么带我的 Best 做觉知祷告呢？如果他愿意让我带他祷告的话，我就会表示他叫做小明，我亲爱的上帝，然后主耶稣，现在我带我身边这位弟兄小明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带领他。虽然他不认识你，但求主你给他一个渴慕你的心。当他在软弱的时候，晚上孤单寂寞的时候，当他无助的时候向你祷告，耶稣你就要亲自陪伴他，你要亲自对他说话，你要让他做一个愿意柔软敞开心的这样的觉知祷告。当然是一步步的更多导向觉知信主，这个目标要很明确。再来，我们也可以为他做全人服事，通过电话，通过 LINE 的录音或者是卡片，其实各样的全人服事，只要奉主的名去宣告，都能够成就，明白吗？所以说我们要勇敢，全人服事是一直安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从简单的祝福、渐进式的觉知祷告，到最后觉知受洗，我们都带着期待跟渴慕的心。最后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在密室的叮咛祷告，这个我觉得要做得非常的扎实，就是
像上周我有跟大家分享我的墙壁，我房间墙壁就贴了很大一面，每一个 fans 我都会为他做提名祷告，每当我祷告的时候，脑海当中就要宣告他跪下来受洗的那个画面，我每次想到就觉得很感动，我就不断的为这个画面祷告，他就是要受洗的那个人，我们要不断的为他们做提名祷告。你要相信你每一个祷告圣灵都在动工，你们不能够松懈，因为每一次邀请都是一个征战。好，再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在实际邀请上我们怎么做。从上季到这次我们累积了一些经验，那这次我们做一个调整，送一个邀请卡，这个不会很困难，因为大家都会拍照嘛，幸福小组一定都会拍一张很可爱的大合照，又很幸福很快乐，这个氛围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把它留念下来，我相信大家都会做。我们会从这次邀请每一个人的每一张卡片都不一样，我就去挑他在那张照片里面最好看的，而且气氛最好的，做成专属于他的邀请卡，而且每一个背景都不同。那每一个内容，我就针对他的需求来写。像我们这一张，这个是上一期幸福小组的贝斯在这里，他这一次才受洗，上一次他想受洗，可是妈妈不同意。但是这一次我们再次勇敢邀请他受洗。那我们写给他的内容，我会针对为他母亲祷告，让母亲身体不适，那家境有一些需求。我们不断的去关怀、祷告、探访的时候呢，他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怀。这一次他就受洗了，就在上礼拜天。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他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说：“哦，原来这个是第一次幸福小组，他来的第一次，我们就帮他留下来。”好，所以我们邀请的大概十几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不一样的。那其实不会很难，就把他印下来就对了，然后用手写。对专属的邀请卡，我觉得这次是我们成功的一个要素之一。再来你要什么时候送给他邀请卡呢？有一个方法一定会失败，还没有受洗举手，来这张图片来，一张方法，这个绝对会失败。就是当然不是要像发传单给他，因为那个是你要邀请他受洗，你要给他这一份最美好的礼物。而我们的策略是当然你要插出来团契，小单位的团契，二对一，一对一。像我跟这位弟兄，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同工发车，就是他的账号。我跟这位同工一起邀请他受洗。那这位是我们3月21号才接触到的，街头布道认识的。他来到教会不到5次的主日，他就决志受洗了。但是在这当中，他虽然只来过5次，但他领受非常的深。他回家，我们教他祷告，我们教他领修。所以我们有祷告当中，我们在祷告受洗名单的时候，当我出现他的名字，我也觉得有点。我们这么快就要邀请他受洗，但是他就真的受洗了，妹妹吗？而且他在受洗的前一天才决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团契当中邀请他。我觉得，世东，你来这边一阵子了，那我们给你这个邀请，那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但是当中，我们会不断为你祷告，那我也期待你可以为自己的永恒、为自己的永生来做决定。我相信这个祝福可以临到你们的所有家人当中。你要给他一个美好的意向，你要帮助他先还没有受洗就先看见天堂的价值，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再来，我们也会通过小单位的祷告会来为彼此的受洗来祷告。好，再来邀请的时机，通常我们在做邀请，他会马上答应你嘛？其实通常不会那么快，所以我们就会在洗礼的报名的前一个月，或者是到2周拉长时间，我们这当中要不断的做邀请跟祷告还有团契。所以呢，我们要强调洗礼不是重担，而是恩典。通常我们遇到几个 Q&A， 就是祭祖的问题，还有家人反对，还有我要付上什么代价，他们就把它想得很重担。其实这当中我有听到同工之间的对话，他不是初信者，是第一代基督徒，他们如何看待受洗呢？我就听到我们一位同工跟刚刚那位弟兄说，因为弟兄事中就问他说，受洗是不是会很可怕？那我应该怎么做？我不会受洗之后如果没有改变，你会怎么样？我们那位同工就跟他说，那位同工是上一季幸福小组受洗的。他说你喜欢一个人，你会不会跟他告白？他说会啊。他说那你认不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他说我认他是我的救主啊，我常常经历到他给我的恩典啊，一路上来我已经收到很多恩典了。他说没有错，那就像在众人面前表白，他就是你的救主。就像他告白，这就是信仰告白，就这么简单。而且你只要持续追随耶稣，你的生命就会不断改变。所以受洗没有这么的重担，而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那当天就决志受洗了。所以我觉得这当中我们同工不要把受洗看成很重担的事情，要把它当作一个礼物给他，用 best。好，再来陪伴 best 来数算恩典。因为当我在邀请受洗的时候，有发生一些现象，所以他前面经历到很多恩典，
他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性格也改变了，但是当他讲到受洗，他就害怕，他就觉得忘记前面所有的东西，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还要再就是付上什么代价才可以，但其实他忘记他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陪伴这些 base 的属下的人很重要，所以每个 base 的我们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团契，他第一次的小组服事，我都会帮他拍照留念。他每次祷告当中他的经历，我会不断的陪他回想，而且把他放在我对他的全能服事里面。我们感谢神让师兄在上一次祷告当中得着恢复，现在求神再次带领我们一个新的突破，他不断的带领他属下的点，让他看见自己的生命，因为神已经有这么大的翻转的时候，他一定会受洗。好，再来邀请之后呢，我们也不要松懈，同工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带领。像我会跟几个同工分配，然后你这个礼拜换你问他，因为都是我问他，看到我的 LINE 就知道我问他收息的事情，他一定也会觉得被压死。所以我就说来换你问他，来这个礼拜换，然后换车位，换你的疑问，下礼拜最后我再来问。所以这当中我们就会分配一下，一起去关怀。而且关怀的时候，我就说。你明天要跟这位 Best 分享你受洗的时候是如何决志的，你是怎么样决定要受洗的，要分享见证。好，再来就是要不断的眺望、鼓励跟建造。这里面我们不会因为邀请他受洗，我们就不建造他，我们持续带领他领受，我们持续带领他去思想受洗这个信息。我不断的去找他出来 QT， 然后每一篇 QT 的经文都是跟受洗有关系，而且绝对是恩典。说呢，就是生命改变，就是幸福，就是天堂。所以我们要帮助 Best 看见天堂的价值，明白吗？好，最后呢，我们就纵观刚刚长老说的，要勇敢、热情跟坚持。那原先哥也提到，不断的祷告真的非常的重要。每一次的关系建立都在为我们后面做预备，当我们意向明确的时候，他一定会受洗。好，再来就是要眺望他、鼓励他跟建造他。那这就是我们的分享，就是我们上礼拜小组，我们小组总共受洗的人跟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里面。那这边也有两位，希望下次可以受洗。我们再一次欢迎给神。不敢不敢，我想谢哈，我不是参加很多单位者，难得给你虚心。我感觉感动，难得咱用会同会这破不了，我相信难得咱用会一下这个地方地方到位就好，阿弥。我是今晚的感觉。所以我个人会期待就是，咱这个有 workshop 也好一些，就是我做期待，咱在咱单位目前有在做幸福小组，咱在咱社会，社会里来把社会上天成熟的方法。譬如我的细胞小组，我做科研，我的细胞小组哈，这个有在做幸福小组的这个细胞小组的担当，还是讲这个木库有在做幸福小组的担当，爱上上安啦，就用社会。啊，这个幸福小组分享伊的理念，伊分享伊的理念。譬如关心咧做的理念，譬如德行咧做的理念，好，譬如书会咧做的理念，必须分享。啊，你足紧的当先用，这个是一个最快成熟的一个品牌嘛。啊，所以我相信咱个人中咧，刚刚大家开始做的是，其实我蛮微妙的。我第讲到在做幸福小组，我想讲哪个？我来跟咱大家讲个啊。为什么？其实我看这三百年嘞，看这三百几年过来啊，我讲整个啦，你整你整一个你会进步。啊，这了后，生日了后，你来一个安怎？你来鼓励伊参加后一届的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啊，那无伊会感觉讲哦，你骗我。为什么你讲吼？你对伊还是生日比较关心呢？啊，起码生日了，你开始爱到这新的对手对不对？哇，我耍了等你。你希望哪个工厂？未来走当当。恭喜你，你现在升级了。你升级当怎么样？当红工的哇，他就有荣誉感，你知道吗？你英文传统的够，英文带领你要关心，英文是性感当宅啦。但是你够回来嘛？荣誉盖棺。你让他升级，来恭喜你，起码变成一个供应者，不是消费者，你是家人，你升格了，当红工了，不、当红工了哦。对，半同工的开始怎么样？变成一个属于的供应者，就是每个月两秒。啊，先月掉下来，哦，这个以加格力幸福小组为单当哦，以兄弟背时，你一定要理性这样。我说不要比较多，对不对？一定要理性，够理性这样，他最快能够找背时的来到人来订单，那、啊、你可以吗？好，啊，我想讲为了你讲计划，我们到位要大家同
部吼，啊，所以咱就准时六点来结束。啊，但是我咧来当会甲你引导，过伫这个停车场搁过去，咱伫这个所在有一个我们广场，啊，咱伫这个所在做结束，啊，大家也时间，那个你把我都先走，你车嘛走袂来，对吗？所以来做一下，不要赶紧走。伊个个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个听，也我认捌你，因为你个文典，也我也认捌你，你条文典，我欢喜将这个文典来分享给别人。感谢主，愿你祝福我，这个下晡在广告会，在当中所分享的，会当协助我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当中的，会这个领袖，我会当更加发起勇敢、热情、坚信，来做一个获得合上帝你心意的人。我若为着等一下，你对你的领者，你就感谢。我讲如何的道理，我讲如何的领者，我讲的辛苦，你的勇敢，信心你的坚固，这样子，这样人的心，拢你会变呢。安尼，你的领者，我就记得，哦，耶稣基督的名。